家里有爱画画的孩子，可以让他平时多练一练控笔，锻炼控笔可以增强孩子的手部握笔力度和灵活程度，提升手部动作控制力，提高专注力。家长可以从孩子的兴趣出发，漫画线稿描摹本，每一张都可以描摹，每一幅都生动有趣，小朋友都很喜欢，线条简单又流畅。零基础的小朋友也可以坐下来安静的描摹，在不断的描摹过程中，既锻炼了孩子的耐心，又提升了孩子的专注力。微黄的纸张更加保护视力，好用又这么便宜，一本还不到7米，喜欢左下角把它带走吧。